当时是星期五，星期五来了，那边有颁奖，是什么？星期二还是星期五？没有，只有星期五。星期二。礼拜三，礼拜三是每个月一次，第一个礼拜，那个礼拜三，那边有学员。
生飞行飞行。辛苦了，请你喝杯咖啡。不好意思，不会，不会，没关系啊，那没关系啊，你那么辛苦，你没领一元半毛钱。院长是我们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我们三个阶段都读同一所。然后那个会不会给你们测吗？啊，你的那个二十五岁的体育助理变得了。辛苦了啊！我是三号助理，大。今天没有过去采访那些，今天只有老师有发。谢谢。